今天大盘下跌的42点，大家一定都看不懂了。没有关系，我现在都几乎是公开给你看了。你先看看我这边侧标，我是讲大盘。你看看我这边的侧标，写着个股，宝盛光学涨停板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进入解盘。今天是2023年2月13号星期一，我的妈哟，早上开始就有一堆人问我，老师今天有什么利空，台股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只回答一句话，我都什么事都没有。那如果是用赖问我的人，我就直接讲没事。请问一下，今天是不是没事啊？你到收盘的时候你看懂了没有？哦，看懂了看懂了，老师你又对了。好奇怪啊，怎么天天都是我对啊？王头来给你看张字卡，台股的三冠王是谁？就是本人，我波段王、红包王、标股王。标股就是你们都喜欢的嘛，像你现在看到我这边的车标写了个宝盛光学涨停板。宝盛光学在礼拜五还讲啊，礼拜五还讲宝盛光学哦，礼拜五以前我已经讲过了三次，等一下给你看证据。那你们一般不信嘛，今天呢嘣一架到底涨停板。所以呢，千金难买早知道，早知道才能买到千金股。现在呢我们不讲千金股了啊，因为千金股要涨到1000块嘛，对，我们想标股，标股好不好，你们最喜欢的标股。那今天你看一下宝盛光学是不是标股啊？对的吗？来看看，看清楚，看清楚，6517宝盛光学一价到底，一价到底，你连买都买不到。而且我一直跟你强调，今年要走小而美的个股。我再给你看一下宝盛光学，股本2.8亿，股本2.8亿啊 ，EPS 3.07元，去年前三季毛利率38.02%，是好公司啊。结果你们都不信呐、啊，是不是？不信的结果是什么？低下来杀！放坑啊！哦，好好，去放就放。所以王彤常跟你讲，别把盘看懂，你要知道这张重要性的吧。所以王彤一直告诉你，我在发红包，输涨停，涨不停。来，今天开始看啊。来，首先先给你讲一则新闻。这个新闻一提啊，你看一下，美国击落不明飞行物，近期是不是一直在讲这个问题？马斯克说啊，不要担心，只是我朋友路过。哎。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有点枯燥的味道，他意思说那些飞行物都是外星人的，大家不要太害怕。不，他是开玩笑讲的啦啊，开玩笑。所以我在这边讲，马斯克本身是一个狂人，所以他很多事情他不会按牌理出牌的。那你现在也要讲，哎，那个侦察气球是不是马斯克的？不是的。你们不要被误导了啦，我只能给你解释他这句话了。所以王彤告诉你，狂人妄语也不无道理，习大大脑袋也住外星人，这跟你讲的哦。有时候你可能听到王彤讲这话觉得有点莫名其妙，不对，我们地球上很多有一些有名的人，还有有权力有 power 的人，还有有特殊技能的人，都是有外星人的附体。我现在正确的把这个资讯公开给你看，这种事情到底存在地球上多久了？至少40年了。以前我都不讲的，只是我今天讲给你听。所以你心里面会想，王彤身上是不是外星人？没有没有，我是正统的台湾人，地球人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被误导了。我也讲这个讯息给你听，也是说希望你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要能够更透彻。好了，来开始看啊。今天呢我给你看宝盛光学2月13号礼拜一一价到底涨停板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，好好，看到的看看啊。宝盛光学1月30号礼拜一，今天55.5到55买进的，我们介入。1月30号买的，1月30号买的，那时候还写的去年的 Q3 有 3.07 元。看到没？宝盛光学6517，资料都摊出来给你看嘛。那今天你看一下我们的宝盛光学，看清楚啊，恭贺各位。
6517宝盛光学今天一价到底，所以它今天是开盘涨停，收盘涨停，中间都是涨停板，一价到底。你要怎么卖只有一个价位，你要怎么买买不到。现在清楚了没？啊、哦，清楚了啊！已在涨停板价60.8元获利下车，看到了啊！我们买在55.5到55元，这是今年第18个红包。我的会员都知道一件事情，王彤已经讲过很多遍了，我们卖股票都是分两批卖的。今天只要是我的会员都知道，通通知道，因为我的讯息上面讲得很清楚。那每一个人都得来感谢，感谢王老师，感谢王老师。不要担心呐、啊，这个二月份有一个228假期的长假，今天是2月13号，你们228假期的长假要出去玩的钱、出去玩的旅费、出去玩的消费，我今天发给你了，哈哈！你不要说王彤没有发啊，我做到了。再看2023年，总共发出了18个大红包。看到没有？好的，我们讲近期的就好，合金呐、雅信呐、台光电呐、宏达电呐、智深科的德宏，德宏前几天不是涨停板吗？啊，今天发宝盛光学，看到了没有？哦，都看到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回来一句话嘛。那么王彤这种情况，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看清楚发红包数涨停，涨不停？看到没有？今天是2月13号。我们就发出了第18个红包，18个红包就是6517的宝盛光学。王彤常讲，别人的涨停板是空气。哦，我嘴巴讲过了，所以这个涨停板是算我的。会员呢，通通没有。王彤的涨停板是实战，实实在在的红包放到你口袋。哎，跟人家不一样啊，完全不一样啊。所以我说这个地方一起你要明白。好了，现在开始我们要开始讲盘势了啊，讲盘势你要注意听好了啊。上个礼拜五，2月10号，上个礼拜跌了12点，先小调节后面买回，这是指当天的盘，2月10号当天的盘，先小调节后买回。所以呢，2月10号礼拜五，下周三前迈向15800，这我写的，我写的，就给你看的、啊，给你验证的、啊。啊，你说啊，老师今天没有涨，没涨，你急什么？看清楚，王彤今天盘讯，2月13号9:22，台股今天以下跌21点开出，今天盘是低盘开出后会先下探，低点在15460点附近。你看一下今天低点在哪里，看清楚。15465，看到没有？我再强调一遍，我从来不抓个位数，抓个位数的就那些一天到晚给你骗你的那些波浪啊，波浪来波浪去，波浪来波浪去那些人，你看我个位数多厉害，那个没有意义的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好了，再看啊，今天没有利空，又在硬杀，纯粹是洗盘兼杀跟单的多单。跟单多单的符合今天又被杀出去了啊！见低后会慢慢拉升，今天会收黑，但会有长下影线。哎呦，你看到这个盘讯是不是全对啊？来给你看一下今天有没有长长下影线，看到没有？下影线够不够长？哎，好长啊！看到了没有？好了，那我们换了讲回来嘛，像这种讯息，你认为值多少钱？这种讯息我不跟你预告未来，我跟你预告今天。你有本事就像王彤一样讲今天嘛，今天都看不准，你要讲明天，明天后天的胡说八道，还要讲下礼拜，讲下个月。技术分析里面的最高境界就是讲今天的盘还有明天的盘是最重要。那你现在心里面一定会讲，老师明天的盘会如何？可以等等，我就告诉你明天盘会如何。老师，明天我们股票会上去？会，我等就告诉你了。哎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索马时间。华冠投
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